mean you bet I felt it。 Hello， 话说我二月份咧就同朋友咧去咗 Seattle 玩喎，咁今次咧就系我第二次咧去 Seattle 嘅。我哋嚟呢个 Seattle 咧，咁我哋朋友咧就安排得几好。咁我哋嘅酒店咧其实就喺丹滩里边嘅，咁然后咧走几步路咧就可以去到呢个 Seattle 必去嘅地方，就系呢个 Public Market Center 啦。It's our tak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Well, open up your mind.I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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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如果你有机会来到 Seattle， 我是非常之介绍你去这间生蚝店的。那里面的生蚝是即减即开，而且呢些肉是非常之新鲜甜美的。北北的 coffee 可能大家都喝得多了，或者去 Seattle 的时候都会去过第一间的星巴克的店铺是怎样。但是呢其实这几年呢星巴克在 Seattle 就开了一间精品概念店，它里面呢就是除了有 Starbucks 的饮料饮，它里面也买了很多 Starbucks 的精品的产品在里面的。它里面的饮料是非常之精致，同埋係有一種特別調製嘅咖啡飲品提供俾大家嘅，係非常值得大家去睇下㗎。